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帅哥，这是大陆媒体报道说林志颖哦到安徽卫视的超级演说家这个选秀节目当导师，结果竟然被大妈级的参赛者扑上去强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粉丝号在网络上面哀嚎看到这张照片说天哪，他们不希望林志颖就这样被亲下去，而他的经纪人就说这是节目炒作啦，怎么可能真的上去亲林志颖呢？这是借位拍出来的，纯粹是节目拿出来做宣传用的。